衣服时尚的网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翔。运动，舒服，放松。没有吧，可能大多数演员都不会生活里给自己加很多戏吧，因为拍戏挺累的，生活中就休息。很纠结，很纠结。很少啊，也有用过啊。有一个粉丝给我做的有一个表情包，我都要成为泾阳跑街之王的男人了，对，后面就不说了。啊，别人坐。有商有量的呗，然后合理分配时间，这样。衣服时尚，你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。